那最后是拒绝肺癌。有备而来，不抽烟不是就不会得肺癌，不抽烟也会得肺癌，特别是我们的女性肺癌90%没有抽烟，我们的男性肺癌有30%以上，30%到40%也找不到抽烟的病史，所以我们的肺癌有一部分是抽烟引起的，但是有一部分是不抽烟有关的。那我们的肺癌跟白种人的肺癌也不太一样，白种人肺癌大部分跟抽烟关系比较密切。真正科学上证明有效的方法就是电脑断层方法，就低剂量。刚才已经提到，现在国际上有证据，刚才报告过，可以减少20%的死亡，那很好啊。可是它还是有问题啊。刚刚蔡教授讲，第一个，它还叫放射性，有副作用啊。第二个，太贵了。不可能，我每一个人都是每天都做这个事情，或者每年都做这个事情。我们只能选高危险群，这个我们也在讨论啊，什么是高危险群？家族性、大烟枪，或者是有肺结核，还有就经常暴露在刚刚提到的会化学治疗药品，